跟我们台湾的料理做比的话，可能就像我们沿海的一些蚵仔糜，比如当地盐糜、盐糜、蚵仔糜的意思差不多，真的会让人家一口接一口哎。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它的米粒啊，它还是吃得出来粒粒分明的感觉。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，太太好吃惊。